三峽介绍国小在6年级课程中安排 Maker 创客课程，让小学生也能动手玩机器，用创意启动自主学习。课程内容邀请到辅仁大学、淡江大学与中华中学共2所大学1所中学做课程支援，让创客内容更丰富，也隆重举行签约仪式。 那其实透过创客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培养孩子们一个动手做以及创意思考，以及和小朋友一起共同合作，来共同来完成一个作品。那其实这个对将来孩子们怎么样去适应未来的公民社会，怎么样去开发他们的创意，是有很大的帮助。创客课程包含 3D 列印装置使用，用来制作各种零组件。 而Arduino自走车从组装零件开始，学生一一将零件拼装，就变成可利用电脑控制操纵走动的自走车。合作计划的辅仁大学李永安院长与中华中学变少庄校长也都对小学生的创意非常期待，更希望技术支援能让孩子有更宽广的学习空间。我觉得小学他们一些的想法跟创意啦，并不见得会比大人来的少。 哦，那进入这个方面的话，如果老师很注意的话，搞不好都会在学校里面啊，都有一个一些发明家就会因此而产生。当然，我们对这个 3D 列印跟Arduino的这个自走车非常有研究，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起家的，所以说这个对于小孩来说有一个新的视野，他从这个不是从课本上来寻求到知识，而是从操实际操作上。 能够发现一些这个他的另外一个寻求这个知识的空间。6年级女学生从未接触过相关的科技产品，虽然觉得有困难，但是还是感觉很好玩。电脑可以帮他做程式，然后把它记在里面，然后就电脑可以帮他操控，比如用我们现在用的遥控器。 有一点难度，可是还是很好玩。运用大学、中学到小学，延续性的教学方式，期待学生能了解科技，发挥创意，成就小小 Maker。数位天空新闻三峡报道。